欢迎收看《恋爱上线中》。现在在这个我们力宝乐园啊旁边这一个啊东区的落羽松大草原，也是一个秘境，也是打卡景点来的。好漂亮，一般平常不开放哦。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也是这个很有荣幸啊哈，千辛万苦申请到这个地方，而且你看这个大草原维持的好棒，是是是，好漂亮。那你们来了以后，我们就不敢保证啊。讲的什么话？对对对对对，那因为呢，今天算是终局之战啊。对不 对, 对？那虽然经过呢，今天是第三天呐、啊，那每天大家早起啊，早出晚归，难免有一点疲累，但是今天却是最重要的关键呐、啊。对啊，哦，没有男人追女人就是要持之以恒啊，有时候前面哇很猛烈，后面没力没力。对啊，像白云哥就没有很持久啊。我持不持久干你什么事？没有，这是真的、啊。你要能坚持到最后，才会是赢家，是不是？那昨天这样应该有一点震撼教育了啦，哈。有啊。今天看起来有乖一点哦，没有那么皮耶、欸，他们。啊，有收敛了。会不会是累了？你看看俊腾的脸、啊。我们怎么？他今天有一种疲惫感哎、欸，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有精神了。对，昨天。但是撑一下，今天才是关键呐、啊。对、啊，好不好？好的。那等一下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排位赛嘛，对不对？单元名称叫做是。又爱上你。那个也是我们经典的单元啊。那里面你会看到呢，我们这个女主角还有小天使啊，小时候的照片，小时候有的是小 baby 的照片都有可能。对啊，对。有一个重点哦，我的照片没有换过啊。所以呢，如果等一下男主角又拿到我的照片，代表他们来上这节目之前没有做功课。对对，哎，听说你的也没有换过啊，也有我的照片啊，可是我那一集还没播，他们没有看过。只是说他们如果拿到我的照片的话，代表他们性向可能有些问题。对啦，拿到算他们衰啦。对，也有我的毛片啊。这一段剪掉了，我感冒了，我已经忘记、欸。他感冒就安排在我旁边，因为他为什么感冒是安排在他的旁边，所以这直接这样过来这样子，是是是是。那因为你们等一下去拿照片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啦哈。好的。人家说的好听是女大十八变啦啊，其实长得跟。现在的成果其实有了很多的是完全不一样，出入太大了。不是有那个爸爸妈妈生出来小孩就是长得啊怎么样？我今天讲话都不好笑。没有，他在讲说，因为现在医美很多嘛之类的之类的。然后但是小孩。这个 DNA 不会骗人的吧？对对对对对，怎么会这样？对不对？明明父母都是双眼皮，长得那么像，你儿子像你吧？对，不是像他妈妈那边，但不重要。是像妈妈那边吗？因为长得像，你赖都赖不掉，好不好？那大家各就各位，准备好了吗？来，马上进行我们的这个单元，叫做是“又爱上你”。马上要开始进行了，好不好？那我们这一区呢，就是认亲的地方啦，好不好？那我们呢，四位男主角呢，跑去找到照片，就要来这边问对不对啦。不对的话，马上加法伺候。打屁屁 ，OK。因为宇文姐比较温柔，我派出我两位打手出来。耶，雅涵，哈哈。耶。那等一下那个树下面呢，会有一个民俗月还没有回去的那一位，大家也不用太惊讶，好不好？因为他本来就是长这个样子。好，那准备好了吗？你为什么要把他逼的？陈乐是破音吗？没有没有没有。好，准备好了，听哨音。我要找凯一。什么意思？我要选子婷。他们要先讲，他们要找的是哪一位？我要找夏娜。我要选子婷。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眼镜蛇，眼镜蛇，眼镜蛇，你起码是什么人？什么人嘛？对不对？哦，眼镜蛇要表演啊！眼镜蛇，安尼袂晓啊！眼镜蛇，哦，一二三，蜘蛛人，蜘蛛人，对，越来越偷懒了，对啊，越来越偷懒了，太难。我看一二三那个。
哎哎，还没一二三呢，一二三是跑的过程，活泼嘞，好难哦，一二三，一二三才可以动，一二三是在跑的过程，懂不懂？好，一二三，海参，海参怎么拼？海参，海参，哎，对，不动就对了。一二三变丧尸，有啊，我觉得白云好适合这个。先立正，看看真正版的丧尸一下，来来来。超厉害，超厉害，太厉害了，太厉害！全部过来，我都打一下。啊，老师好痛。啊啊，丧尸要两步，咔咔，哎哎哎，好，回去。他本来就是戏剧指导啊！说卡卡，当年他也就是戏剧指导啊！一二三，变超人！哦，可以可以可以！一二三，变丧尸！有了有了有了，有学到！一二三，变胡娃郎嘞！超奶奶，超奶奶，超奶奶！三秒钟，三秒钟！好啊好啊，三秒钟也快一点啊！卡紧，卡紧！不是啊，不是啊，不知道你们抢那么快。啊，请各位哈、哦、啊多多协勤失踪儿童。来来，永祥，来来来来，你要找的是子婷。大队。耶、yeah! ！啊，配对成功，来来往这边，来来下一位，来来来来来，你要找的是。搬出来。亚娜。亚娜，你干嘛自己也不确定？不是、啊，不是熟了啦。来，下一位，下一位。哦，可以可以，太小力了。来，我们来请我们前辈示范一下。不用不用，你先走，拜拜。谢谢谢谢。你要找的是夏娜，不是，答小学生不听话。我要找的是夏娜，不是，我要找夏娜。哎，你要找的是，我要找吴凯一。我看是这个吗？哦，不是吧？是啦。这是我们上一集的小天使，噔噔噔噔噔，上课！他打我大腿啦！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不是个人！太难了，太难了啦！我要找凯一。一二三，变态人！变态人！人啊，是不是雌雄啊？这个，这个很变态，这个不够变态，回去。好好知道那个人是谁啊？哦，感觉很变态。一二三，蜘蛛人。一二三，变僵尸。僵尸，僵尸，僵尸跟丧尸不一样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回去。来，僵尸是怎么样？这样那么简单。哎呀，僵尸跳，要跳，要跳。后面那个要选多久？啊，下去，下去，下去。一二三，变恐龙。好，你要找的是。你这个。要惩罚大力谁呀？讲啊！讲啊！谁呀？这夏娜，夏娜来了啦，打了啦！来了，做功课嘛！来，是我们的小天使亚娜。哦，偷跑！我假动作，拜拜！偷跑！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蜘蛛精。蜘蛛精，蜘蛛，蜘蛛，蜘蛛人是这样嘛？蜘蛛精。这样是蜘蛛精，太难了啦！对不起，对不起。他好像很开心。我傻的。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僵尸。你看又来，僵尸，僵尸不是丧尸，回去。一二三，木头人，稻草人呐、啊，稻草人睡美人呐、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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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选择依旧不变。哎，是谁？凯一，凯一，不对呢。啊，太难了吧？不是，你很离谱，要错几次？
一二三变态人，他演的最好，他真的演的最好。我要找凯伊，你要被打夏娜嘛，对不对？好，来打了啦。哎呦，真的是，哎天哪！啊，要找夏娜。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没有人梗。一二三变态，变态是这样吗？可以可以，他吓到了，他吓到，他被变态吓到了。OK， 我可以走过去。一二三，哎，你还没猜对啊？哎，那个要选多久？我选这个。一二三睡美人，干什么？在干什么？起来，一二三 ，Michael Jackson。谁谁谁？满头大汗。谁？不对吗？夏娜。哇！来来来，哎，阿喜，来推我推我，你可以去打屁股了。好好，来俊腾，你要找的是凯伊。冰糕。耶！很香。来来，配对区，配对区。来来来，是没有人选过。好，你要找。好啊。我跟你说，你有没有在看节目啊？没有嘛。你好失礼哦！一二三，诸葛亮。等一下，等一下，来，一二三，变态人。一样，有没有一样？一样。一二三，诸葛亮。一二三，下去吧。干嘛？一二三。我还没变什么人啊，可以走啊！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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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头人，一二三，来来来来来来，你哎，我刚刚给你提示嘛，对不对？好像有他额头嘛。你要找的是夏娜，不是？这也是冒险吧？对啊。好，这个给啊，走走走走，打打打打打。好了，这个我们帮他收起来了。快点，快点，快点！怎么那么难？好来，一二三，变超人。第六次了。有够烂的！哎，我刚好给你提示吗？没有，没有，没有。这位是夏娜。答对了。配对区，配对区，拿着，拿着，配对区。然后你看承诺在那边。一二三，很累人。一二三，过了，没人了。来，没关系，来，只剩你喽，只剩你一个，好不好？我们都累了，肯定的，百分之百。嘿嘿嘿，来来来，哇，好漂亮哦，这一位，谁？汉汉。耶，排队成功。小天使也可以吗？可以，可以啊，来配对成功。哎，这个真的好可爱哦，而且这个家境就是很好，我在有花钱在 Seto 的，你知道吗？这是我去日本的时候跟家人一起拍的。你看到没有？他幼稚园就在去日本呢。五岁就找到日本在哪？这种是有钱人才会去拍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在主持节目，旁边男主角可以一直在聊天呐，自己一直跟女主角聊天呐，对不对？真的不尊重主持人，太气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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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夏娜，你永远要记得啦，陈乐说这是你啦。不会，对不起。我有高成这样吗？我的额头。哎，陈乐说这个是夏娜，夏娜现在气到。其实我从他的眼睛看得出来是他。哎，我是我。是不是他？就他啊！对呀、啊，这眼睛啊！啊，陈乐，你骂他、啊！哎呦，哎，拜托，我是夏娜她妹妹，吓一跳呢！哎呀，怎么吓一跳？根本吓熟了，对不对？公布一下排位赛的名次嘛，对不对？来，第一名，子婷那边。第二一名，俊腾。第三名，好的，就是这三组啦。第四名，你看，我现在在退兵，你不要吵我好不好？哎，你有什么热？你这后来在那边。你又没转身，也没有动，然后最后脸不是他，我们一二三木头人不是这样吗？他从来没有转身，就算了，没有。他一开始还这样啊、哦，一二三木头人，后面就直接这样一二三木头人我。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一开始我不是这样转吗？哎，结果这边还没有很长好，长好。对，万一待会转过
转次数多，他整个头掉下来，那吓死。哦，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尊也是有生命的啦？对对对，好不好？那排位赛都已经清楚了嘛，对不对？那下去休息喝水换装啦。那我们下一个单元要进行的是爱居玛丽哈。加款哈，来来来！哇哇，老公，这一台买回家啦，我喜欢。不好意思，最前面怎么有人喝醉倒在路边？没有看过这么矮的 showgirl， 对不对？准备买这一台给我。哇，全台湾最高的 showgirl， 哇哇哇！在干什么？没有，这是我宝贝啊，他买给我。他买给你啊。OK OK。干嘛？不好意思，我们是来帮姚哥打工的啦。姚哥，不知道姚哥是谁，对不对？不知道。没关系，我也不知道。我们欢迎姚哥。欢迎姚哥。哇塞！姚哥，你这种身材，白云哥走啦。哦，姚哥，不用说，你一定是这里的老板了。对啊。你一定没有喜欢小天使，一定比较喜欢宇文姐啊！可是姚哥一直说啊，没有啦，他还会往下看嘞。姚哥，你帮介绍一下，这些车都你的？没有了，这个是拿卫生纸来帮姚哥擦。专用的比赛车，因为姚哥冒冷汗。看到。这比赛用的。这个是因为我们这边是国际认证的赛车场，哦，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这边实际上跑的一个专业的比赛用的。是专业的赛车哦。对对，相当多的艺人车手都有来这边做一个练习跟比赛的部分。就小梁没有来嘛，因为小梁他不会开车。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赶快来恭逢其盛啊，对不对？久仰已经很久了，那我们是不是今天有这个机会也可以来稍微体验一下？体验一下。有，我们有准备我们这个卡丁车，等一下请大家可以再稍微大家练习一下各自的身手。叫什么？你们的 level 就是卡丁车啊？不是啊，因为你是卡当车嘛。因为太贴地了，我会怕。OK。不是，卡丁车它塞得进去吗？可以，可以啦。可以。你讲这样，人家姚哥就可以坐进去了。来讲我，不要拖人家下水。好，那这一关要怎么样进行呢？就是呢，我们的男主角会开车，那女主角就是坐在副驾驶上。拿了两杯水，那我们就会绕一圈，然后到终点，然后再把那个水倒到水桶里面，看谁多，我们就四取一。哦，讲得好棒，讲得好棒哦！哇塞，真的是小天使哎！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当赛车手的。你适合当那个啦，鱿鱼游戏那个啦，你就一直做那个装扮就好啦。谢谢你们讲的好详细啊！那我们获得第一名的话，就可以吃到我们的点心套餐，很棒啊！听说是百事霸里面的优质套餐呐，是这样哈？他怎么可以讲话？哎呀，还没握住。那这就是我们的奖品嘛，对不对？好不好？那大家呢？要争取一下，好不好？荣誉心很重要，但是互助合作更重要了，好不好？如何贴心的让那两杯水都不要漏出来，这就是重点啦。有没有问题？没有。有没有问题？没有。马上出发。啊，难的。为什么？你会开哦？会泼水，会出来。会泼到你。会泼到你。是你。凯莉，你会开车吗？我不会开车，没关系，我喜欢刺激，我刺激。白痴，不是这个问题，很危险。第一届爱居玛丽昂赛车大赛来，来，大家各就各位了，准备出发。哇！天哪！不是都是男生开，有一组是女生开。女生那是雅涵啊，雅涵，对啊，雅涵真的是很。他下辈子想当男的啊，对，真的是真男人哎。没啦，雅涵哦，刚才我看他在这个
热哪个？热车的时候。哦，热车，热车。转了两圈还真厉害。其实雅涵可以顶你的位置哎。你是说他以身高吗？是没办法，以身高当然没办法顶。哎，刚刚有讲过，那个过弯的时候最好把油门放掉了，不然很容易打滑就滑出去了。打滑你整个就水就翻车了。对对对。会翻车的吗？啊！哇哇哇啊！是雅涵哇，水一直漏，完了，怎么办？哎，雅涵杀！哇，很强很强。雅涵超越，哇！雅涵平常是喜欢飙车的，对对对，进网，他都自己开车，来这里，来这里。哦，游戏王不是你吗？哎，没有，在他的面前我真的太逊。他可能比较很多男生的，比如说这种机械长。哎，来，没有接水，要接水，我好紧张哦，怎么接水啊？你接那个雅涵的。啊，一个接水，一个给水啦。哦哦哦。哇塞！快快快快快！雅涵掉！没有闪！快！没有闪！哎，小心！雅涵是哪一组？来！快！哎，快点！快点！我都要死了！什么？你是谁？俊腾。俊腾，接过，是跟浩然的，叫他跟浩然，对，浩然，嘿，哇，目前都势均力敌，要加油啦，这个量不出来，对呀，哎，白云哥，你这个要检查喽，我那个是加吃 B 群啦 ，B 群吗？对啦，然后就变成这样啦，哎，我家的黄金猎犬一泡都没有那么多，哎，你怎么一泡尿成这样？真的，我有多喝水啊。回来了！又来！雅涵哇，遥遥领先呐、啊！怎么会这样？哎，你一直挡着我。挡了你的上一段。不是，雅涵是完全开车的时候就是女杀手哎。哇，那有谁还让你感情？听说他感情路上也是女杀手是吧？啊，这个部分一个杀一个，真的不好说了。啊，不好说是吧？对啊。哎呦，回来！来了，你们还在干什么？完全遥遥领先哎！我先去接水，好。接水啊！我来接水，看谁在接来。来，快！我去接。神经病啊！每个都接水。哎呦，哎，宇文姐。第二个是谁？啊？龙虾。我给他撒了半杯出来。对呀、啊，在干什么东西呀、啊？啊，俊腾，我知道。你看，看好好不好？何宇文，人家是这样，好不好？那都是人家千辛万苦弄回来的。有了，开始有点落差了。哦，怎么样？不用加那么多了。反正保留。四个嘛，啊，四个，保留八杯就好了。还有三杯不够，我们再加。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哦，我们是计时。你说再两圈吗？对，说再真的。对呀。准备回来了。那个杯子给我，桌面杯后设备弄干净。好，我爱开水。好的。压力。我急嘛。急什么呢？首先在那边吗？对呀。干什么东西啊？对呀、啊，要回来了，要回来。等看有没有。来！雅涵的水，我都觉得感到杀气。杀气！来！你们是第一组。我们第二组。你拿水。拿好。对。哇！第二组很厉害哦。哇！什么？浩然，这是浩然。哎，这倒很多出来，你们在干嘛？那个凯伊全身都湿了。他那个要再加水了，要再弄。30秒，那就这一圈了嘛。没有30秒，等一下30秒到，有人接回来，其他的还没接回来都不用接了。OK， 就是这样。好的。那就不用了。看机会只有是雅涵。
就雅涵，好，那你快点，雅涵一起幺幺零，两百，两百，哇，太奇妙。没关系，就雅涵回来就对。雅涵没有在笑哦。雅涵回来，他没有在笑。他面罩遮到这边，你有看到他有没有笑？好，扎起，扎起，他输不得的呢。来，他输，他如果输的话会怎样？我输了他一位。好，我是你。倒数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这边都没有了，这边都没有，不用了，这边水拿起来就好，水拿起来就好，不用再给了。回来，不用，水接回来就好，水接回来。水接回来。哦，哎呦哇，那一阵的激烈的这个龙争虎斗之下，哎，没想到是女赛车手获胜。小天小呀，安全帽可以脱掉了，脱掉啊。我都可以不是，我要在抢劫了。抢劫啊！秋天哇！太美了，太美了！雅涵这样是反差萌哎。对对对对，不好意思，不是他脱，你们都可以脱了。只有第一名的脱，其他都带过。真的？哇！哇！还可以这样，脱了！哇！哎，其实我跟你讲，因为雅涵他们的速度都一直保持在领先嘛，对不对？对。第一圈完了之后，他就是一直遥遥领先啊。其实雅涵这种当赛车手，当那个什么骑马的那个叫什么？那个马。马夫，马斯的，马夫，不好意思，我看到白云哥的脸，我就想到马夫，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人家在赛车，哎，雅涵很沙哦，你小心哦，他在开车来，而且你看他这个重量啊，他的身材坐上车很轻，很轻，所以速度就不一样啦，没错，所以今天第一名毫无悬念就是我们雅涵耶。接下来靠你自己了。不好意思，你们这几个抢劫的可以拿掉好不好？可以拿掉好不好？他们要等老大的信号。哎，等我 Q。其实差距没有很远呐，对不对？就差一圈啦。那只是最后呢，因为他们压线呢，又多来了两杯。对，多两杯就是。是是是是是。所以雅涵今天要跟我们一起享用下午茶吗？我跟你说没有，我就是把我这个奖励让给女主角哦，让女主角选小天使，哇，充满爱心，获得第一名还是一样。香奈儿有什么问题吗？你迟迟不肯拿下来，你是不是真的要去抢劫？我的头都要烂掉了，我陪香奈儿带我，跟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因为我们这样很乱，这样子。不会啊，你不是有绑？他怕拿掉，他额头会整个弄破。我跟你说，你们就是包袱太重了。对对对对对对，那所以他要让给的是？刚刚没讨论到这一趴。没有，你现在看看嘛，你现在看看哪个女主角比较？好啦，凯伊说他都没有吃到啊，而且凯伊很可怜的那个衣服的故事。不要再聊一些我们观众听不懂的东西。不要了，我这两天游戏从来没赢过。好，那所以到底可以吃的有几位？所以就是陈乐，他可以选一位女主角。你选呢？你要先选还是我选？我比较简单了，我选俊腾啦。哦，好直接哦。有针对性哦。我自始至终从来都没有变过。小紫 ，OK。啊，小紫尿裤子，你会介意吗？没关系，我也尿裤子。我刚刚太紧张了。你这牛仔裤尿成这样不简单。哇，那一共，哇，失禁了吧？啊，天哪！那一共有几个人可以吃？就是两队，两队四个人啊。那恭喜他们啊，哈，那马上进入呢我们的奖赏时间。我一开始，其实我很不确定，其实我一开始的策略，我讲直白一点，就是我想要三个女生都认识，对，然后之后我再去做选择，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对女生也公平，加上我的个性我也比较喜欢这个样子，然后是到了第二天，我第二天本来在想要认识夏娜，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到，然后所以就更让我更加的肯定，我觉得我对，因为我那时候第一天我跟你相处，我的感觉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才，然后加上我们搭游览车的过程中，你又有唱日文歌，你有印象吗？你有唱日文歌，很尴尬的日文歌，对，然后也是我喜欢的火影忍者，对，你喜欢火影，那你会比你比得出来吗？那是乱比的，我只知道这一个是这样子，对，对，然后
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讲说，我觉得很加分，因为你很自然，很做自己，然后我也喜欢很活泼开朗的人，然后我也觉得，我们可以继续相处。所以我第三天最后一天也是选择继续跟你，就是这样，就是应该说，因为前面经历的是我想法，所以我才有这样的决定，对。那其实我原本也想说，就是跟全部都不是，等一下，我说就是全部都就是合作看看，所以我第二天其实就是都选不一样的。对。可是就是很可惜，我跟永翔就是没有互动到，所以都到第三天就不可能，就是对啊，就真的不可能。对啊。梁一哥是好像有点害羞，我不知道为什么。来，先给你。感谢。我想问你，为什么会选我？如果我觉得这几天的相处起来，就是跟你就是除了凯一以外，就互动比较多，因为凯一我们很熟，然后另外一个话题，因为其实你跟夏海我都不认识，对，但我想说就是可以透过游戏啊任务，然后一起互动，可是就一直没有机会可以认识到，然后反而是你有互动到，然后就觉得你是一个蛮健谈，蛮开朗、乐观的女孩子，而且我觉得你蛮天真的。就是很爱，又很爱笑，因为我很喜欢那种会很爱笑的女生。哦，我算是笑点蛮低的。而且我觉得会有一种魅力，就是这种就是，自然散发的一种感觉。哦，对，而且很有自信，呆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不是呆，我觉得不能讲呆，就是我觉得很有自信。我很有自信吗？有时候自己也会看不到自己的样子。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你最真实的样子，我觉得超有自信的。现在进行的是爱的下下下，那游戏要怎么进行呢？就是呢，现在有个 yes or no， 然后主持人会出题，所以大家只要跳 yes or no 就好了。那最后一个剩下的人就是第一名，然后我们依序到第四名，然后你们会要选择，我们有小梁哥魔王，对，然后白云哥魔王、宇文姐魔王，还有孟贤哥魔王，你们要先过完这四个关卡，就可以开始抽房间了。然后就可以进去爱的下下叫咯。好，房间里面有什么不好说，有乌苏啦，有章鱼啦，是下下叫还是叫啊？对啊，所以说呢，除了争取荣誉之外，因为后面呢你也不知道会被什么吓到，对不对？对，先选的当然是先赢，先赢好不好？那后面的任景春啊，就剩最后的啊，你不进去也不行啦。是啦，是啦，对不对？是。那刚刚那个现在这个 yes or no 嘛，对不对？对 ，yes or no。好，那白云哥出题，他出完题他会说 yes or no， 就跳了。哨音的时候就跳。好，可以先偷跳。好，准备好了吗？跳左右就好了。好，好。这个是由矮排到高嘛，对不对？很明显。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好，来。要出题目了，仔细听好哈。好，来，请出题。请问，宇文姐的上围是32D， yes or no？ 哇，子婷！哇，子婷，你挺成这样。对啊，他很会做人。请问一下，当时我其实呢，平常有束胸的习惯。因为我希望呢，你干脆说你有做过减胸手术好了。因为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内在跟智慧。我从出道以来这30年，其实我都深藏不露。好，那请问一下，就是有没有32D？没有，我没有32D， 32D 是雅涵啦。好了，没有啦，恭喜他。好，不好意思，子怡淘汰。子婷啊，子婷，不好意思，他穿紫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子怡，不好意思，等一下，子怡，怎么你忽然讲，你忽然来点脾气？哎，很自然的，冷静一点，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好，来，下面一题，来，请问梁鹤群的爸爸是梁修身，是民族英雄 ？Yes or no？ 你看，你爸还真的比你红，你认识？真的，真的，来，全军过关，哎，全数过关，请回位，请问。全球巨星陈梦贤，全球指的是琉球吗 ？Yes or no？ 凯一是什么？我要点圈。圈就是琉球嘛，对不对？对。对不对？对。来，请解答。错。是小琉球。哇！琉球是冲绳岛 ，Okinawa。琉球。日本那个 Okinawa。
跳啊？陷阱。对啊，来来来，下去。圈的，圈下来。哇哇哇！哎，有没有已经灭顶的？没有哈。哎，拜拜。陈乐就是第四名啦，哈。对，我们第四名。哦，那其他还有一条命，哎，还有一条命在那边。对，有一条命。加油加油加油！哦，好好好，哎，三位要加油了哈，因为你们的顺序就是一二三名了啊。好，来，请出题。请问梁鹤群是不是很怕老婆 ？Yes or no？ 哇 ，OK 啦。看你嘴，你那个唇我看得懂哦。那嘴型怪怪的。爸爸是民族英雄。对对。你很怕了，我全数通过。尊重 ，respect。他老婆是好先生。OK， 谢谢。他是男人，谢谢。我只是不是没有想到他们会那么一致。下一题，请问何宇文是真心喜欢白云哥吗 ？Yes or no？ 哇，还岔开来的啊？你从哪里看出来的？就是我觉得，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嘛，所以就是从平常虽然会拌嘴，但是就是爱的证据。我是比较想拌面啦，没有想要拌嘴啦。所以他们是打是情骂是爱。对，而且他们昨天也接过吻了嘛。啊，接过吻，安全之吻，安全之吻呢？对对对，怎么会这样讲呢？我每天晚上都有去他房间啊。那浩然跟那个俊腾为什么那么火眼金睛？我是看他跳哪里，我就跳哪里了。不是，你问浩然最了解宇文姐，你看看他身上那个口红印，对对，在这里，这里，那个就是我留在他身上左肩上面那个啊，真的，他其实跟我非常好，哦，真的，真的，那所以他的答案是标准答案吗？真心的，我呢？是真的喜欢白云哥这样的身材，但没有真的喜欢白云哥。恭喜！其实对我们来说，对了，你解脱了。对呀，哎，第三名，不要再跟我们那么纠缠纠葛。对对，你可以去放鞭炮。我也不是你喜欢的菜啊！好了，大人不要再吵架了。啊，你，是你先拒绝我的。哎，没有办法，我。要吵到几点？还剩下最后两位哦。这一题很重要哦。很重要，很重要哦。请问白云哥的另一个身份是歌手吗 ？Yes or no？ 应该是吧。啊！出胜负啊！绝对有胜负了。其实是有的，我是歌手。没有关系，不是你歌手，你有什么歌嘛？你要唱一下给人家听啊！你是在私底来卡出过片，对不对？你不要被硬讲，你是想讲什么？我那个出过一张 EP 叫《逐梦小丑》嘛。啊，对啊。我们怎么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你有拍过三级片而已。请上 YouTube 刷子。你有出过片，有出过片都算歌手啦。还没有几题，竟然大家就。啊，就啊，全军覆没，是不是代表我们四个有，就是我们有过气的感觉？不是不是，是你们出的题目太刁钻了。哪有？我让我们再讲一下，其实我们四个都是歌手，我们四个都出过唱片，连小梁都有出。哦，有，我知道。什么叫连？白云哥都可以算了，为什么我是连？而且我还是男，你是警行厅哦，你不要忘记啊。而且还是男子偶像唱跳的，对，警行厅男孩，对不对？对对对，对呀，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好不好？第一名，第一名，俊才艺，俊才跟才艺，好希望啊。啊，那第二一名呢？浩然跟夏娜，恭喜。第三名。永祥，第四名最早的子婷跟陈，真的，哎呀，怎么会这样？哎，子婷这边有点大意了哦，对不对？还好啦，没关系啦，选先选也不见得会比较好哦，是不是？先让大家，我们四个魔王很难说，对对对，就让他们选了，好，没问题，第一名先选，来，凯伊选。你是选一个魔王吗？对，那我选小梁哥。可以哦，因为我有听过警行听男孩的歌，很棒，而且我的方法很简单。好，先你选小梁，那就到我们后来身后来了。好了，谢谢。那第二位，第二位，第二名，夏娜选。我选白云哥。哦，下鬼拿药单呢？哈，我是他，干嘛还要到后面来？我简直急什么？你就是猴急。白云跟小梁先被选了。哇啊！哎，只剩两位哦，只剩两位哦。哎，有一个，你们要选谁？
那我把机会给你选好了，我是小天使。哦，天使。哎呦，都干嘛这样？其实不那我就选我们宇文姐。没错，我们321宇文姐。因为我刚刚选了321的宇文姐。哦，他没有人要选我，是又怕被打。不是，这边这边这边，没有，跟你一起去，对，要跟你去小琉球，走吧。哦，OK，那你去小琉球玩。那每个人都有他的归属，有他温暖的家啦。啊，那我们一共有4关啦，那就各就各位。爱的纠缠啊，爱的纠缠，爱的纠缠，要怎么纠缠？纠缠在一起，永不分离，因为呢。子婷很懂得欣赏，知道宇文姐不止32D，没错，我们就不用抽签了。Yeah! 我来直接给你们下指令。好，让你们两个纠缠在一起，永不分离，好不好？来 ，Go， 先摆好你们开始的位置。我会出5次指令，只要过，手脚没有移开，没有动，停3秒就过关，选房间 好吗？准备好了，嗯，开始。右手黄色，右手黄色，右手黄色，我想一下哦。好，这里。好，这里。可以不用同一个。对啊，你们不一定要同一个啊。右手黄色。嗯。左脚绿色。好，来。左脚红色。左脚红色，回来。左手绿色。左手绿色。左手。好。左脚黄色。左脚黄色，左脚黄色，你可以吗？你看，我要移动。我现在，我说说这里，这里。好。好。左手蓝色，左手蓝色。哦 ，sorry。哎呦哎呦哎呦！不要动，再加码。右脚蓝色，右脚蓝色，我移。好，不能同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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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那我这个，你那我这个，你猜得到吗？好，点，可以，快点，最后一个，五，停5秒哦，5、4、3、2、1，伴随着我们立毛队员的欢呼声，恭喜，可以，好。恭喜子婷，优先选房间啦。那现在有4个房号，其实房号里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对，有几号呢？701、702、707跟708。其实说真的，房号不重要，重要是里面的东西啦。那我们就发一个吧，交给你。他说发一个，对啊，发一个。那我们就发。祝我们都可以发。嗯，好，希望里面是可以让你开心，不是恐怖的东西啦。怎么突然觉得很像有鬼屋的机会？有比白云客恐怖吗？还好吧，放心啦，大白天不会有鬼啦，好不好？进去看一下。好。太棒了，哎，选我这一关就是我一定会放水让你们过的。真的假的？我们这一关就是贴脸颊球，它按下去，等一下咚弹上来的时候，你们两位脸颊碰脸颊，把它夹起来就过关了。准备好了？好，好，等一下弹上去，脸颊碰脸颊，好来。打太后面了吧？来，好。哦哦哦哦哦！不是我的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哎！哎呀，差一点。哎，我知道你肩膀真的再下去一点。好，我你扒一点，扒一点，扒一点，这样可以吗？可以。扒是腿一点。哇！这个武松太前面了啦。哇！最后一次，好，最后一次。喂！这怎么办？刚夹到0.1秒算吗？算吗？算吗？来，姿势弄好。哇！要什么？挑战成功？还没有弹。挑战成功？可以吗？对啦，对啊，啊夹到这个不能弹啦，神经病！来，喂，有，还有，
咚咚一下，咚一下，咚一下，对吧？对吧？台一有吧？啊，好了，过关了。对，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好，我来吧。我觉得701、702、707、708，请选一间。你选。因为你刚刚让我选，我想说现在让你选。请开房间。二好了，二。702是不是？对，702大概哪一个路线？好好，来来，跟我们工作人员走了哈，谢谢，谢谢，来来，谢谢，恭喜，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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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脚踩心脏病，哈哈，来到我这关叫脚踩心脏病。一般我们那个心脏病都是用手拍，但是呢，我们这次不一样，我们是要用脚拍。好不好？那最上面的那个就是输家，要把我们所有的牌都给他。对。那我们两位挑战者呢，要赢到手上的牌都清空了，就代表闯关成功。那如果他们的手上的牌一大堆都没有闯关成功的话，就要接受我这个关主杰郎牌请卡称拍十个，才会当过关去开房间啊！那你先，那你好，那这样你想怎么顺？你先要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让你选。让你选。这样子。好。哦，顺时针。顺时针。好好好，我先哦。好，一、二、三。哎，干嘛干嘛？哎哎，三、四、五、六、七、八。哎，我有唱。对。哇，哎，第一次，你怎么了？你松懈了，对不对？头一松懈了。好，我开始哈。顺时针，好来，一、二、三、四、五，哎，还有七。我吗？哎，不是。对，对啊，没有，他们是看脚上来的速度，因为我是踩烂你的脚背上。啊，有些。哎，排烂掉，很激烈啊！太激烈了，这就知道这样。平常加把劲哦。好，加油加油！来喽！对啦，我大概剩六张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我都又比了。不行啊，我有劣势。为什么这个是优势变成劣势？哎哎哎，还有机会的。一、二、啊！管我啦！好了，拜托起来。哎，其实真的蛮大力，我在下面这样直接这样盖下来，哎，有没有小心？有没有这样？没事没事，小心。哇，这个真的脚还好吧？哎，你看还行，越踩桌子越过去了。哎，你们冷静好不好？冷静。好，来，我要顺时针，好，我要逆时针好了。你要这边这样，逆时针了，换一个方向哦，一、二、哎，应该是我，应该是两张而已，还好啦，小 case 啦，啊，两个 OK 啦，啊，哎，顺时针，逆时针，哎哎，再醒一下，再醒一下，你干嘛？好讲吧，好啦，那就一样这样子，顺，哎，逆，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错，十一、十二、十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六。没有了，我怎么知道最后一张会是Leo？全部都是你的。不错，好了，那我们这一回合呢，挑战失败。我就位了。男女主角如果要闯关成功的话，就要接受我每个人各五下的脚底板打，好不好？来，都我，因为他算赢。都是我的锅嘛，你那你私下都要帮你，没问题没问题。Gentleman， 好，那我就好不好？我连续的好不好？他是不会手下留情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超会忍的，有扎扎实实的声音耶。哎，现在脚底板是热的。好了，恭喜闯关成功。
那接下来有四间房间的号码，你们要哪一间，请选择。好，一。好，一。就是你了，因为你就飞过去了。OK。好，吹到我这。恭喜抽到701，那就赶快去跟着工作人员去开房间吧。好的，我这个关卡简单的，叫做杯链的苦茶。夏娜，你呢？注意看哈、哦。好。这个杯子敲下去，它不管旋转几圈，只要它是这样过关。好，只要他这样这样，都不行。一杯一杯喝，懂不懂？一次就喝一杯。好，第一杯不限时间，开始。好了，哎、欸，不要急，不要急，就喝一杯嘛。喝了再上。对，喝了再上。老实讲，这个苦茶应该是讲是冬瓜茶的，对。是冬瓜茶还是苦茶？冬瓜茶还是苦茶？苦茶。是苦茶啊、哦，你就知道，我们制作端从来没有什么 setting 什么的，骗人。这真的，来再来一次，杯练的苦茶，来，第二杯，恭喜你。对不起。没事没事，可以、hey、可以。你可不可以有点精神？可以喝。OK， 这种男人多看一下啊，一点苦都吃不了，喷出来再三杯。隔壁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叽叽叫？好来，杯练的苦茶继续，好，自己调角度。而且第三没关系。嘿，老实讲，其实你是不看好他。没有没有。啊，对啊。给你三次，我输我喝那杯。啊啊！我的给好了。耶耶。干啦、啊！来，恭喜你们过关了哈！谢谢。来，再来这一杯。来，来来来，这一杯我再跟你赌，就是王八蛋。好苦啊！现在有7701、7702、7707、7708，来挑一张，你要几号房？那我们一起选。好，哎、欸，好啊，一二三，讲那个数字。好，你就一二七八，一二三，二，七零二，好来来，七零二，耶，来你们拿个七零二，好来来来，喝掉啊。好好好。哎呀，怎么还不来啊？对啊，今天的贵客到底是谁？最好是凯伊啦。我会让他知道什么是欧布的进化，这样子。欸你很坏，哎、欸，不是伊布，他很伊布的。哎、欸，我以为你是故意的，哎。伊布，伊布。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来到未来发电诊疗室，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对对对对，嗯、那最近有哪边不舒服呢？你先讲。肩颈，肩颈是不是？肩颈哦，肩颈要不要？比如说，我们帮你弄成瓜子脸。哦哦，好啊，也可以，也可以吗？感觉子婷没在怕哎。真的，他平常应该就是一个很豁达的人嘛。他就是一对一个很直接的女生。哦，真的吗？嗯，对。啊，你人客哪会这么搞迟到呢？现在人哎，真无准时，一点啊时间观念都无呢。是啊。来哦，哎，你来先，你先，哎哎哎哎，来，来来来。来，来这接，来这接，坐这吗？哎，接接接接，一人一个位置。好，嗨，第一次来是，你好，是，哎，喂，其实没欢乐啦，喂，我们戴墨镜吼，是因为真的阳光太大。哦，哎啦哎啦，放轻松，放轻松，我是确定。哎哎哎哎，你是女生吗？啊，对对对对，哦，这墨镜太黑了，不好意思。我可能有啦，隆重之容。啊，我快先讲哦，好啊，哎。那有三个月内底不用讲的，你甲我讲话去，啊无遐哦，会去伤着身体啦，哦。爱的虾虾酱，不要怕，有什么好怕？我是、oh. 我是谁？我是最温柔、体贴、可爱。OK， 宇文姐 ，Winnie Ho。Uh-huh. 今天我们这一关非常非常的温柔，而且呢，会对你们的健康很有帮助的。健康不到吗？我呸！什么健康不倒？让我欢迎白云科的民间友人赖师傅出场。你好，你好。他就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赖爷爷呢，平常呢综合推拿界数十年。其实呢，别的不会，就是很会给你按呐。脚底按摩。
怎么可以只按脚底呢？有时候人身体不好，全身都有问题。好，哎，永祥，我看你有点虚哦。赖师傅，今天我们的男女主角就交给你检查身体了。啊，这个力道还可以吗？嗯，北拜哦。没事哈。没有。哎，啊，这查甫有在练哦。嗯。哦，这有肌肉呢。哎，啊，请问的是这是什么肌哈？嗯。哎，这块是什么？捆绑？这块是哎，我也不知道。啊，这什么肌啊？二头肌。哦，啊，这样。还有，中间的。哦。中间的。哦，啊，你练了袂歹，够有六块肌。哎呦，摸一下。哦，惊死人！啊，这一二三四五六，哦，六个呢！哎呦。哦，这加绷一下，这袂像那洗衫板呢。哎呦，这阿恁婆在洗衫啊，哇！好了，准备好了吗？会怕吗？没有，这个是家用的，这个不是我们做的。那以前我们这边是有一个电瓶的，你那种你知道吗？那个真的，以前综艺节目那个电椅有没有？哇，那个是整个哇，整个就是熟了。现在是大发十倍，就是这个家用的，这个能怎么样？对呀、啊，这个完全是要帮你们解除疲劳 ，relax 一下，比较好睡，对不对？对对对，好，平常不好睡吗？我平常不好睡，那调大一点，疏通一下。真的，说错话了。哎呦，对。啊，你有不舒服没感觉？你手可以张开吗？好，那你手放掉，我看一下。有啦，他的嘴唇在抖，你有看到吗？哦哦，啊，嘴巴！哎呀，放轻松，放轻松。哎，干什么？怎么爬屁呢？哎，什么意思？怎么会爬屁呢？啊？以前的学？怎么会爬屁呢？这下播，这电视会做真好啦。不是啦，我是叫伊手慢的啦，因为我要甲抓伊手，我袂害啦，会紧张啦。这中视的，你这干嘛？哦，无啦，迄是都咱有当时啊，生迄个营销火车是不是会安全带？哎，我这是安全带艺术啦。哦，哎，使你相信我啦，我袂学袂来啦。嘿啦，你抓多少钱？哎，了安，无啥物，阮无，阮这代无要做吼。我若要甲看后腰，收我这等下 NCC 捌来发钱啊。啊，少年的，这个肩颈疼，啊，你有对咧食无？嗯嗯嗯。啊，我煞袂记你袂讲话啦，哈。会听爱讲哦，吼。啊，来手抽抽。再爸爸。我刚干嘛？気持ち呢？加这个点，会安那？你刚刚的声呢？爱来爱落，快去。一点钟。爱落，快去。可是我平常常按摩哎，怎么办？他平常安那？常按摩，我平常很常按摩，你可以。你老师，他拄到一个啦，这吃足重的嘞，这吃足重的啦，我哪衰啦？你平常按摩啊，你都按蠢了还是不蠢的？按蠢的、啊，又没有色情，是男生服务的。哎呦，要求啊！哦，这个很硬哦，很硬哎。啊啊啊！什么高肓吗？这个不是，这个肩胛。哦，肩胛。他们是不是因为啦啦队就举手举太多？他不是要这样吼嘿吼嘿吼？对，而且我已经好久没啊，等一下我脸红了啊！这声音，我听到一个，怎么会？我听到啪一声啊！很大，哎，师傅，这是卡住了啊！阿妹啊，阿妹啊，阿妹啊，检查一下味呢？哎，真的，无啦，唔系安尼，无啦。没了，你稍等嘞，你坐好了，你坐。怪什么嘞？哦，我是查甫囡仔嘞，是这样吗？我是查甫囡仔。啊，那查甫囡仔就没有味哦。哎，有味，怎么卖哦？哦。啊。哎。多谢啦。会记得加时间用用的啦。好啦好啦好啦，啊你脚床好，我做。咱老实讲，我查甫囡啊，无味，你有成你唔成？来，我帮他闻，我帮他闻，有味也无味，绝对无味的啦。哦，嗯，我讲那个真的啦。你讲红，你讲叫你品，你真正没有味。没有，真的是香的。我绝对。真的是香的。一般的味道。我无任何的脚臭，什么拢无。你都知我这人足清气秀的，我很注重我的脚。哎，你要品有味的无？你要品无？对。啊啦，好啦，我这下有念过凯伊的无遐的味，你品看卖啊。你少了，尽量卖少见哦。好来哈，你品看卖啊。好来。无啦。
太夸张了，得了。这我先跟各位报告哈，这个是有级数的，这个有级数的。哎，他连眼睛都在抖了啦。这个有级数，大概是1到15。那现在各位是，哎，你有没有作假？你那个手抖那么大？八而已。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八而已。他像这样子。你这样嘛，这样会比较哦。哎呀，对，哎呦，哎呦，哎呦。哎，我学的像不像？嗯，你像，你像。真的。嗯。啊，他嘞，你的队友。哎，起来，哎，90度。对啊，我拍落去，你压来你请。哎，你稍等嘞，啊，你不要继续抓你。哦哦，拍死。哎，哦，来。哦，一、二、三。哦，会听无？会听啦。周之龙送啦。送啊！哎呀，阿哥袂无？错。哎，你真正变态呢！哎，跟你聊过嘞。你真正，我拄只开发，你甲讲我弄这手啊，啊，就行去有人个 NCC， 爱怎拍甲讲爽，讲话紧。嘿啦，你看足奇怪。嘿啊，你做囡仔来爱耍这。好看嘛。我拍伊，你是咧爽安怎？哎，阿妹啊，你有想过分无？对。啊，你要再讲一句话，请问先生哪边要加强？先生，请问哪边要加强？哎，可以的。啊！你个其他道具拢无用着了。哎，无紧，等下个人客，个人客了。好啊，阿明啊，满意吗？满意吗？我觉得你们服务真的很好哎。喜欢你内行，我来讲，少年，你甲金姐生活的。好好来，阿浪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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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准备好来，一二三，浪姐嘞，跳起。啊！哦，再走，再走，拜拜。那师傅他哪里有问题呢？肩胛颈部都有问题，肩胛颈部20几岁就有问题哦。哦天哪，是不是运动太多比较紧？嗯，这个好酸哦，这边。这会影响胸部发育吗？这个穴道？现在我这个年纪还能再发育吗？好 ，OK。OK。感谢师傅。浩然，你过来他后面。你过来我后面，我除了这个颈椎不要抓，旁边这块我可以抓，来抓抓看，先看你们的力道，我们待会帮你施力。哎，小丹，你真正有力啊吼！你真的吹落来哦，是舒服的吧？哎，是舒服的，舒服的哎呀！哦，啊，这个无力啦，这查甫无力。他真的会抓。嗯。待会我重一点，我们抓吼，我们会帮你们服务。啊，我们有我们的规矩，跟着我们走，你就会得到舒服，懂不懂？好。那个夏娜，你真的会抓哈？会。哎呀，大你肩颈酸哦，你肩颈嘛？我肩颈。苏里兰凯，我最近脚酸哦，真酸啊。你在哪里啊？这脚酸。哎呀，那个他这个啦，不会追啦，不会当过啦。对，很。哎啦，安尼。对。可以哦，他会抓。你们觉得这样够了吗？对他们说不够。哎，很没礼貌，我们问你，你也不回答。在讲什么啦？你在讲什么？够了吗？不够，够。可以，你还行。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哈，因为现在10嘛，啊，工作人员说他在家大概都12。真的假的啦？真的，12也太可怕。那如果有消除到疲劳了，可以跟我讲一下，没关系。有了吗？还好吧？我已经没有疲劳感了。那另外一只手是不是要换一下？要不然会不平衡。你可不可以克制自己，不要动？你想办法让他不要动。想办法让你的脸不要动。不是。想办法让你讲话清楚一点。哇！好了，停了啦！
哇塞，哎，这个有消除疲劳了啦。我没办法想象，我瞬间都不会酸痛了，对不对？真的完全不会，是不是精神气神清气爽？真的，是不是？你们以前那电玩应该是瘫软了吧？是不是？纠正就来了。哎，那你 OK 吗？觉得这边 OK？ 哎，瓜子脸了，你把那个贴纸拿下来给他看一下。瓜子脸了，你脸变超小。对呀，来看一下镜头。真的吗？但是他快要流眼泪，他快哭出来了。OK 吗？对，还可以，还好，不是，我跟你讲，各位那个观众还是网友，这个是家庭用的，这种低周波的家庭自己可以做的嘛，对不对？低周波。对呀、啊，这个不是我们来弄的嘛。我刚刚舌头都没办法动哎，这个会弄到舌头。这个舌头的神经。哦，真的、哦。我就不能动。不是因为你们哦，因为今天第三天了嘛，那个每天早那个早出晚归，一定的疲累是有的嘛，对不对？那有没有觉得身体好一点了？哦，完全现在都不会痛啊！就是只有用一只手，现在这只手很重的感觉吗？哎呦，可是因为我们脸是两边，所以两边都很疏通。有。脖子需要瘦一下吗？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了。啊，谢谢你们来到未来发电的诊疗室，谢谢。一般都哪里比较不舒服？肩膀。我已经在拱了。肩膀是这个吗？这个吗？这个要。膝盖会酸不酸啊？不啦，啊就黑刀啦，血大，啊咱来安尼饲。哇，你这骨头以前要去拱着吼，要去拱着对吧？有点哦，嘿啊，你看伊这安尼，高低不平呢。哦，唔是先去我个背啦。没事啦，没事。你莫点啊乌白讲说好唔好？有啦，所以我就是听你讲，我讲去弄点呢。我弄点的安尼啊，系啊，你较注意的哦。我你放心，人喺网络拢讨论讲你无对哦。无啦，啊都大家继续讲好多话。卖安尼啦，我开八十几万卖过安尼啊，无卖过。好，来，开始了。我只能说，您真内行哦。没有想到我碰到高人了。夏娜，你是平常有在玩这种游戏吗？没有。啊，那你在老练啊？要拿绳子啊？没有，我拿绳子是你这样左右拉着这边。哦，对，我就知道你哪边有点酸。你觉得哪边有点酸？有没有？你可不可以回到我们的世界来？手臂，对不对？一定会啊，你的出难嘛，哎呀，结果，你处理好不？我歹处理啦，你我足惊恐啊吼，客诉的。啊，请问的，你这招来要怎啊？啊，在你安那个用啊？一直安尼诱人吼。不，诱者啊，放松，诱者放松，你唔信？你试看嘛。这样。嘿，伊在送啥？你大哥。我让你上。你这么是当作你老伙仔，老伙仔伫公园咧复健啊？来。看颜色，好吓死我了！哇塞，好重哦！没有，这很重哎，吓死我了！拔罐不是我在输哎，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敢拔。我先帮你滑一滑，拔罐吗？可不可以试试？嘉师傅，你确定你不是昨天在海产摊跟白明哥喝酒的那个哥哥吧？你真的有拔罐二十几年吗？不可以，因为我没有叫你就开始做一些。红了！哇塞！红了！这怎么？等一下，为什么要笑？好严重哦！这个马出痧哎，马上对，马上出痧哎，怎么会那么严重？挂起给我，挂起给我，来。我问你三两天了耶！我来了。要不要多待？先死一个，少一个。等一下，你手放空了。不是，我真的站两天了，我是两天。尤其这边是脚趾头这边，最容易有脚汗的地方。我是两天。来，你稍微走过去，有没有味道？有没有味道？没有。有没有味道？好，来，你这么脚给开一下，来，加一下，嘿啦，脚跨上来，
哎，好来，哎，跨跨了，跨，哎，哎，跨上来，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因为现在女生哦，哎，卡好了，拢做垃圾的啦，啊，要脚底按摩先哦，我先去个清清洁，哎，哎，消毒起来，哎，好清洁啦，会不会舒服？哎啦，他的敏感在那边，你不要这样乱抓啦。不是这里可能会有什么血血之类的？是什么东西呀？血道就血道，还有什么血血？然后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永翔经过我仔细的观察，嗯，就是他很白，对不对？但是他毛好多。我遗传我爸爸。你说宇文姐是不是很会看男人？她只是脱掉一个衣服在我面前两秒，我就看得出来。找到他好多细节哦。这种毛很多的男生啊，欲望都很强。哦，这个很严重。哦，这超严重的，这出血了吧？那出血？那什么啦？这超严重的。好 ，OK。谢谢。哇，哎，你被展示一下身体好不好？勇不勇，就是看这个赖师傅的拔罐结果好吗？安全之吻，亲亲，哎，两个眼睛要闭起来，闭起来才有深情的感觉呀。一，来眼睛闭起来，一二三。好了好了好了，再看我就生气了。他们两个有 touch 到，有哦。鼻头啦，鼻头有。哎，不好意思，按第三块。啊出去。啊啊，谢谢啊，恭喜你们啦。谢谢。谢光临哦。谢谢啊，谢光临。再来哈，过来哈。嗯。然后，也卡真要命哦。对啊，还有高和胜的啊。安呢？好，三天以来最重要的时刻就是现在啦，哦，好不好？这个 moment， 那不管所有的游戏跟所有的男女方的互动，为了是什么？就是这一个 moment。刚刚凯伊还跟我说他玩不够，我说你想玩到明年吗？对，这时候还不告白，天都黑了，他还想玩，他说他还想去断轨再玩两圈呢。对啊，我不懂哎，哦，我真的不懂，是不是他们不腻哎？到底是什么样的纠缠，什么样的纠结，又是什么样的纠葛？要玩你就告白玩，跟他手牵手去断啦，我们现在不行了啦。对对，那我们就看下去啦，好，好不好？交给我们那边孟贤呢，还有我们小天使，嗨，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女主角都准备好了，那我们这边的四位男主角，你们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哎，这个气势好像有点弱哈，有没有信心？有。那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先加油打气一下吗？我们四个兄弟，好，好的，可以，革命情感，一二三，加油！好，加油！现在来加油，等一下若抢不到心仪的对象，不知道是不是革命情感，好不好？那接下来谁要先告白呢？我第一位，第一位，好，冲锋陷阵，冲锋陷阵，直接走吗？直接走，好，好不好？请加油，加油！来来，哦哦哦哦，跋山涉水只为见女主角一面呐！哇，水一般的男子，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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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上来啊，这里啊，嗯，好了。凯英，啊，哦，虚拟初恋，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凯英，我想和你告白。我知道我们这几天的默契越来越好，尽管我们一开始的目标不是这么的明确，但我发现我们这几天经过很多的挑战，跟很多的相处，我觉得命运好像把我们紧靠在一起了。我相信你也有感觉到我们的默契是真的很好。我知道我们现在相处的方式真的很像朋友，但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跟你相处的机会，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或者是未来。我喜欢你，凯伊。喂，怎么了？软脚，软脚。不是，这个太直接，我整个慌了。我觉得呢，我也就是愿意跟你相处看看这样子。恭喜成功！来来来来，配对成功。手牵手，手牵手，手牵手。哇！是一个好兆头，真的，真的。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对不对？啊？怎么了？怎么了？还是我应该要这样子？可以，可以，可以。如果女方同意。其实凯伊是一个很会抱怨的人，对对，我觉得还好。因为昨天结束的时候，他还就是抱怨人家说，哎，你就做样子也不行吗？
我喜欢，我很喜欢凯。其实那一段已经被剪成预告了。我很喜欢凯伊耶，现在女生就是要勇敢的挑剔出来啊，勇敢追爱，勇敢说爱。对啊，对，他在乎的那个点，我问你，是如果他生日，他说他要满屋子的伊布，你买不买？我买。你看，叫你扮成伊布，你扮不扮？扮。四十度叫你扮伊布上断轨，你上不上？扮。你看，上啊！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扮伊布跳水，你跳不跳？跳。这就是出乐福啦！你问白云会不会为了我扮伊布跳水？不可能。你看，不一样吗？不好意思，制作人在画圈圈。哦，好。好，那也恭喜你们这一对啦！我们俊腾呢，还有凯伊。啊，对对。好，那接下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我。哎。浩然哦，浩然，我们已经一位对家偶出现了哦。浩然呢，心仪的对象，好不好？好，我们不用问了，我们都可以啦。浩然感觉很有信心。只是他走的跟俊腾那个有点落差哈。那我要告白的是夏娜。经过这几天跟你相处的每一天，我都觉得很舒服开心。如果你愿意的话，愿意跟我有进一步的发展吗？好。哎，怎么了？怎么？哎，可以讲，可以欢迎讲。我愿意。他说他愿意。来，试试啊！大声一点，我们没听到。我愿意跟你再继续相处。愿意啦。这时候不要害羞了，都已经配对了。这是我们今天，哎，我们这三天最害羞的一组。对，浩然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对羞涩，而且好腼腆哦。而且他可以站到最后，其实我蛮意外的。对对对对，那你接受的原因是什么？你一开始就对浩然有好感吗？他有啊，他第一天眼睛很漂亮。夏娜是第一天就选浩然，第二天又加分继续选他加码，所以我本来就觉得他们这一组我看好，只是我觉得浩然很瘦，他是不是要吃胖一点？我们一起变胖，一起变胖，哇，一起去吃美食，太好了，那这就表示还有很多的未来跟后续嘛，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了，现在名额只剩一位了，那也就是，然后外面还有两个字样，哦哟，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来，下面一位，哎，已经两个配对成功了。对，那接下来就剩你们两位了。没错，注定一个会落空。对，好不好？那你们谁要先？我先好了。你先吗？我先。两位一起吗？一起吗？一起吗？好，没有，因为也剩下一个女生啦。但如果对啊，如果一个人配对的话，那走走走。还是就你们两个在一起吧。他们要不要两个人交往算了？结果是他们两个在一起吗？我怕。哇塞！我要告白的是子婷，我也是子婷。那我先吗？弟弟先。小子，就是。从高中毕业之后到现在，我们就是都没有联络。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有缘分在节目上面再一次的相遇，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然后经过几年后的社会洗礼之后，我发现我们两个的感情或者是都很成熟，就是面对任何事情都能够好好的去看待。最主要是我觉得这几天相处下来，你变得是一个非常有温暖然后细心贴心的一个女生，所以会让我觉得高中时期的我们跟现在我们好像有点成长了，所以我想要再一次的好好的认识你，所以我在这边就是有准备一段就是自己写的歌。自己写的，哇，好用心。我好想对你说，我不想再错过，多希望你能回过头，
看看站在原地的我，在等候。那希望能够在未来，能够在有更多的时间了解你，就这样，谢谢。好，小智，这三天的相处，其实从第一天，我们在搭车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活泼，然后很爱笑的女生，然后笑起来非常的甜，然后就是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相处的女孩子。然后经过我们一起组队破任务，然后我们的彼此的交流，然后我们在沟通上面，我们在聊天上面，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然后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觉得我们有共通的话题可以一起聊，我们喜欢音乐，然后我们喜欢运动，然后希望之后也可以一起就是合唱 cover， 然后一起，然后希望可以再更了解彼此。我也想要唱一首歌给你，因为这是下午答应你的。You found the time in a world where time is gold. You can read between the lines, even when that book is closed. Well, it could only start.很久没有男生对他唱情歌了吧？很感人呢。一个是高中同学，重新重逢；对，一个是初来乍见，嗯，第一次。好了，请两位伸出友谊的手，看我们的子婷会牵向哪一位？子婷，你有完全的选择权，不用担心，不选也没关系。我选永夏。同学，对不起。嗯，我要说一下为什么要选永夏。一个是因为我们这中间毕业之后，我都没有跟他联络过，也没有见过面。然后我觉得他从一个屁孩，真的长大成一个成熟稳重的男生，也可以说是男人。那为什么没有选你？我其实觉得跟你相处很自在，很像朋友。可是我今天不小心看到了一个东西，嗯，我发现什么东西？他的 IG 没有追踪我。的限动都是夏娜，但是陈乐没有追踪。我可以说一下吗？我觉得，因为我想要在这个过程就是告一段落的时候，我想要亲自的再跟他要爱，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活动上面，我觉得这样有点太刻意了，就是好像哎，我要跟你要，哎，我可以跟你要 IG 吗？他有他的考量，矜持，他觉得 IG 只是一个场面。好了，不好意思，谢谢你唱的情歌很好听。我真的很感动。那陈乐他算是，等于算是配对失败了。我讲不出来。啊，配对失败什么？对，好惨。配对失败还要受惩罚吗？我们直接从这边你走过去，按往那边涌泉那边跳下去，好不好？好不好？啊，跳下去。啊，掉下去。牵起来。掉过来一点。哎，你小心啊，你不要冲动啊。哦，看得出来没什么冲动哦，哦，就这样很顺的走这样，啊，这样 OK 了，你游到那边好了，好吧，从那边离开，嗯，哎，游出去啊，我游出去了，游出去力保啊，被拒绝游出去力保，哎，这个哦，这个，哎，像这种抉择二选一哦，嗯嗯，
因为呢，我们这个男生都很 gentleman， 他们都有准备小礼物，是要送给他们心仪的女主角。那就俊腾，你先来喽。那我是直接拆开给他们，我想要展示给他看。没有问题，一定要，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是你准备礼物。我这次在这个活动前，我就先准备了自己一个亲手做的一条项链，所以我想亲手送给我喜欢的对象。太有心了吧！亲手架，对，一个很银色的项链。这项链有什么含义吗？上面的饱含着你对他的爱。对，我现在紧张到讲不出话。我看到他微微颤抖的手了。从今天开始，好甜哦！你就被人家绑住了。谢谢。而且你做的那个很厉害，刚好在锁骨哎。因为通常就是项链都会太大条，对你。没有，因为我知道，就是可能因为我不太确定我的对象的那个他的脖子的那个粗细，对，所以我有特别亲自在精心挑选，然后做适合可以他随时他想要调试的大小。哦，可以选标准。对，来浩然是。它比较特别一点，还有真的多特别，多特别。手不要动，它是一个食物啊，食物，吓死我了。哦，植物啊，植物，多肉，多肉植物啦，多肉植物。其实这种小物是蛮疗愈的啦，它虽然不是最耀眼的，那就像我一样是最舒服的。这种形容哈，我有点撑不住，实惠。对，它不是耀眼的，但它会持续慢慢的一直守护在他身边，对，没有错，对，永不凋零，对，含义重啊，对。我们要跟你小小透露一下哈，因为你那个是属于疗愈系的嘛，对，其实夏娜她的喜好还蛮 heavy 的。对，你有 follow 他的 IG 嘛？对不对？啊，他的经纪人有给我们看他的喜欢的一些东西，就是血腥断手断脚的会比较多。啊，可以提供给他做参考。来，永强，那一样就是我送的这次礼物是我亲自去买的饰品。那为什么会想要去买饰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饰品它是一个女生可能会比较常需要搭配衣服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希望这个饰品可以，它是一个手链。那我知道女生的手好看，它需要再更加分一点点，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手链的饰品。那谢谢白云哥，好，那就会希望如果戴上去之后，然后子婷可能在工作方面啊，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如果看到这条项链，也可以就是知道这条项链是我送给你的。哇！对，那你要戴哪个？可以随时想到它。很漂亮哎！它这个饰品可以，它是直接用推的。哇！在身上很方便，因为它可以有坠感，所以它会有一点层次的感觉。哇！哎，永祥很有品味哎。对，而且你看，随时随地就把它戴在手上。然后子婷跳舞应援的时候，都会看到他想要了。对，看到这样挥舞的时候，后面那两条会不会打到他？不会啦哈。不会，浪漫，浪漫，好，喜欢吗？喜欢，很漂亮。但是你不是只有一份礼物啦，我们陈乐还是很有风度的。嗯 ，OK 啦，限量的。星巴克的吗？星巴克，跟你看那个包的哈，好像很像满福宝加蛋。星巴克跟 Brave Pink。你在干嘛啦？关你什么事啊？我超喜欢 Black Pink。我也喜欢，绝代男孩。这个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啊？袁姐，你快去跟陈乐告白啦！没有，我想要送这，我觉得就是真的，我觉得我也是走务实派的，然后而且它刚好这个就是可以反复再利用。这个不好买哦，听说一家门市大概只有一两个。对，而且它会涨价，这种增值的。把夜深人静，好不好？对对对，然后我希望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还是要爱地球，因为我们地球只有当然，所以要就是我觉得这可以反复再利用。
谢谢你。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平常可能就可以泡咖啡啊，还是怎么样，都可以用这个。好，谢谢你。送给你。谢谢。谢谢。哎，很多手摇店啊，自备环保杯可以折5块10块。你看你有多抠，是谁在提钱？哦，我还要讲句话。待会我一定会马上追踪你 IG。可乐很用心啦，因为啦啦队都喜欢跳舞啊，一定喜欢帮他 pink 啦，对不对？对呀，对呀，那适时补充水分也是好的，很重要，很重要，对不对？哦，那当然没有啦，虽然几家欢乐几家愁啊，一家只有一家，只有一家，但是呢，哎，也很开心的，大家呢可以找到呢自己喜欢心仪的另一半啊，要谈恋爱来力宝乐园就对了啦。是是是，今天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谢谢。时间，请继续收看《恋爱上线中》。Alright。你以前高中在我面前做完一些奇怪动作，你就跟我说：“小子要不要当我女朋友？”到底是真的还是在练习？不是啦，那个就是年少轻狂，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东西啊。还好那个时候没有走心，说什么“好啊，当你女朋友试试看”。还好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个性就……你那么成熟稳重，我这么幼稚，对他感觉就很讨厌我。你也感觉出来哦，我很明显，我很明显。对啊，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我们常吵架，然后就会感觉哦，小子可能就是对我有敌意。对，我只是他没有拿笔戳你的。对，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我就特别想捉弄。你知道第一天下水的衣服，他穿黑色的背心，然后我刚好也穿黑色的背心，然后第二天也是要换湿身的衣服，就他穿白色的背心，然后我也穿白色的背心。对，所以你们一直穿情侣装，就是可能他看我行李箱吧，对啊，偷看我行李箱，我有去偷看。对，今天有想说俊腾会跟你够，怎么说？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这几天玩游戏其实已经很，就是差不多就是那样子。对，因为我的个性比较直接一点，我都喜欢讲一些，有时候会开一些玩笑，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我今天就是要跟你告白啊。对，然后我也很直接，对啊，我就说我就是会选俊腾，这样就是比较直接一点。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还有机会的话，你愿意跟我一起成为可以信任的另一半？什么制作单位？喂，你不要往里面塞，他现在就来了。欢迎烟雾西皮出场。